ございます。ホテル京阪をただいまチェックアウトしてきました。これから札幌駅に向か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订席客机票的旅客请对号入座。
只有日本铁路通票和北海道铁路周游券，而没有兑换指定其车票的旅客，请利用自由行。在车厢内不能指定座位，自由行是最后面的一节车厢。本次列车是全程禁烟列车，使用手机通话时请前往车厢之间的连接通道。为了不打扰其他旅客，在车内交谈时请放低您的音量，祝您旅途愉快，谢谢您。提前做好准备，在门口等候下车，谢谢您。